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你现在收看是登山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大雪山林道，要走鸢嘴山西仁，那会先上到长寿山，然后再去丑洞山，然后往鸢嘴山的方向前进。那登山口呢，非常的好认，在大雪山林道旁过19K 之后，再往前会在路边呢看到一个绿色储水桶，那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地标，在 Google 上面也有地标的，所以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航这个点。路边呢有蛮多停车位可以停的，应该可以停个10台左右不是问题。那上来会马上遇到一个铁门，那从右手边有小路可以穿过它，那继续的往上。今天也是有小伙伴一起来爬，老班底了。开始看到梦中竹林区了。我们呢走了20分钟，终于到了开始要陡上的登山口了。那这边要上到长寿山。约50分钟到60分钟。刚刚前半段都是热身，现在开始上坡了。那这边的步道目前都是阶梯形式的，一阶一阶的。上到一个宽人处，这里可以休息，然后也晒不到什么太阳，又蛮大的一个平台。这一段呢，林相相当的优美，都是走在山林里面。前面呢是香山林，再高一点，往前一点就是柳山林了。来健行，就算只有走这一段，也是蛮舒服。来到了笔直的康庄大道啊，这里的树种得蛮整齐的。开始来到梦中竹林了，我们看到一辆小台的发财车，这个可能存在这边的历史相当的久啊。那等下前面还有一台大台的，抵达了知名的地标大台的废弃卡车。来这里呢一定要跟他拍一下照。那前面呢就是休息平台，现在呢这一段是梦中竹林的上坡，一个陡上啊。那刚刚前面欣赏完了山林，现在是竹林啊。沿途呢今天遇到蛮多山友的，也是一条蛮热门的健行步道。我们穿过竹林来到了一片的柳山林啊。那这里海拔也接近差不多1800多公尺，已经快要到今天的第一座山头啊。那我们来到大洞山跟长寿山的岔路口，那我们就没有要去大洞山了，我们要往上前往长寿山。刚在货车那边看到你们了，你在那边拍照。对啊对啊，上去就到了。叮咚叮咚叮咚，长寿山海拔1860公尺，我们花了大概1小时40分钟抵达长寿山的山脚点，海拔1860。那稍作休息之后，我们继续的往鸢嘴山的方向前进。那遇到一只老山友前辈，一只柴柴，15岁的柴柴也成功登顶。那他的主人呢还会带他去爬古关七雄啊，那些终极山，真的是蛮厉害的一只狗狗啊。那长寿山的山顶非常多的山友走到那边，在那边休息然后煮食。那我们没办法那么chill，我们还有漫长的路
要干，继续前进啊！厉害！现在我们在跟山友前辈聊天，说要退休啊，所以你们年轻人跑是最好啊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越跑越年轻哈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出发。好，技术照个相。好，冲了啊！小心。好，出发，出发，慢走。我们抵达夫妻墓了。夫妻巨树。Hello， 又是我。我昨天没有练腿了，但我的上坡还是好累哦。那你平常练腿练到半径？我平常练腿，我都冲重量而已。我觉得是肌耐力的部分稍显多多不足。我下坡。现在不痛膝盖了，现在痛脚趾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是每个地方都不痛？对没？我全身都在痛没。先生，请问你今年贵庚？二十八，今年二十九啊。刚刚那个大哥71，看到这个木质的阻隔设施，我们要取左，地上有黄色的箭头，跟着箭头走。就没错了。我们现在走到第一个展望处，那这里有山友搭的木椅，可以稍作休息。那小伙伴们还可以吧？可以 ，Go Go， 没问题。可惜美景，会不会很失望？可惜没这样。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哎。还好，没关系啊。我喜欢在云里雾里，这还蛮酷的。那这里也是山友们说的1950风，这里。石头上面有写。往前大概10分钟，现在抵达我们今天的第二座山峰——丑洞山。它是没有基石的，海拔1989公尺。在丑洞山休息完、吃完午餐，要继续的往圆嘴山前进。那丑洞山呢，它也有单独的一条登山路径，可以上来就是单捡丑洞山。那我们继续沿着人线往前走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展望处，那这边是一个崩壁，大家不要太靠近了，赏风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从丑洞山花了1小时有7分钟抵达了2010峰，那等一下还要再继续往前。我们现在从2010峰下来的这一段真的比较陡峭，大家在下的时候真的要小心，一步一步慢慢来，看好踩点再下，不然这边一滑落的时候会伤得不轻啊。第一次遇到从圆嘴过来的山友，你们圆嘴下，对，还绕一圈呢、哦。好、哦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拜拜，加油加油。最后一段上山的路，抖起来，加油，加油加油。这边有喷漆，然后有写3个字，快到了，是真的要到了。不是那种骗你、激励你的那种，快到了。有人会在这里扎营哦？都是扎营。对啊，你看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帐篷哎，有帐篷、帆布、脸盆。对，他在这边睡。对啊，他把它藏在这里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圆嘴山，哎、欸，大家笑一下啊！哇，秋姐啊，2180呢，呜，赞，爬了差不多5个小时。叮咚，叮咚，叮咚，那非常的可惜，最近天气真的都不太好，都白墙一片。那圆嘴溪的呢，算是比较有难度、比较挑战级的路线。如果没有来过的山友，建议还是先走传统路线来，会比较轻松比较好。那老样子一样，登顶一定要庆祝一下。
敬天、敬地、敬大家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圆嘴山今天的最后一座山头，那现在就是赶时间，赶快下山，下到大雪山林道出发。脚好软，我现在太紧张了。我放个歌好了，放你，你就专注你现在眼前的事就好了。放在这颗石头上没错嘛？对，还有看踩点就好了。右脚动，右脚下来。伸，慢慢伸，绳子拉好，拉，应该拉右手这一条，两只一起拉吗？啊，没有，你两只都拉右手这一条，踩喽，好踩，好慢慢滑，慢慢滑，你要拉右，你不要拉左手那一根，对，好走，再伸，还可以吗？好，好右脚下来。踩着，不要动啊。OK。那我们刚刚最怕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，他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，战胜了自己的心魔，走到了这里。所以呢，大家要相信自己，人有无限的可能，千万不要轻言的放弃，有没有？他说他下次还会来，对，还会来。现在来到了岔路口，那再往前呢，就是前往烧来山，也是一个不错的山头。山顶有一个森林瞭望台，也是可以看到圆嘴山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开始下切，回到大雪山林道。那这边这条路呢，它左右都有那个引导绳、辅助绳，告诉你路基怎么走，就沿着它一直不断的走下去，就可以到大雪山林道。我们接回来。大雪山林道完成今天的圆嘴西仁线，那我们花了8个多小时啊，那总里程大概7公里多，爬升将近1000公尺。那今天我们的小伙伴，我们都顺利的完成了。今天有什么心得要分享给还没来走过的山友？我爬那个圆嘴山爬到脚软，因为那时候有点巨高。所以蛮恐惧的，但是感觉下次来就不会了。有巨高的朋友真的要先做一下功课啦，因为真的会怕。我们前面两座山爬升太高，然后拖到蛮多时间，然后脚太酸了，脚真的很酸，还要喘，比酸除了酸还要喘。我们下山蛮快的，一个半。对，又很顺，好走。然后因为西仁要经过两座山嘛，长寿山，然后还有那个丑洞山，然后还有两座假山头，还是三座假山头，反正影片里面都有拍啊。那就是这条路线会比传统路线还要难一点，困难度也比较高，蛮吃脚力的。那就是要做好功课，下载好离线地图再来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山吃庆功宴了，不要再放屁了。我方便你还可以讲那么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拜。